你冇见啊？何止是10年前 ？OK， 我们今天要来玩热血的东西，就是你记得我们3年前。你是说我17岁的那一年吗？18岁那一年，我们有玩过一个演技大考验。然后那时候是有一个人在旁边讲旁白，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演即兴发挥，然后看发生什么事情。你就有这个，其实我忘记了，我只记得有一个很激烈的过程。自己做什么事啊？你干嘛这么紧张？你去啊！叫你啊！好，我们直接来。OK， 直接来。茶杯是什么？现在你拿你手抓这个方向盘。OK， 你再开着车， okay. 你是副驾驶座，我3、2、1 action 之后你就踩刹车。所以你什么身份都不给我们。对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情境，这是一个紧张的。OK， 来，3、2、1 action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我们赶着去的地方，忘记了吗？我今晚的片还没弄好。我今晚的片还没弄好。不行啦，人已经死了哎。你觉得比我平常还要重要吗？我不去，我要弄手镯。我们真的好久没演戏了，这里都不能剪出来，一定没有导演看到想要找我们演戏了。什么手镯那么重要？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技巧。当你丢了一个球，它完全卡着时，戏就走不下去了。所以你要纠缠，你们要互相帮对方把这场戏走接下去。这个是演员训练班的，还不错哎，不错不错。你自己慢慢想，你自己慢慢做你说的图，还是你边做？你电脑有带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其实，你停！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是我叫你停，你干嘛撞树啊？你撞着我的方向盘了哎！我被他控制。雪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我的脸怎么了？不是不是，哟，尼玛！薯条可以。现在我们现在车已经坏掉了，走吧。你要去殡仪馆那干嘛？那是你的钱啊！不要讲，我不要讲。他至少也借过我们10万，你忘记了吗？我陪你去，可是我一定笑不出来哦。嗯，反正也不用笑。那想演什么？哭不出来。嗯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省了10万。那怎么办啊？现在车子怎么办？你还要报警啊？等一下，先打去报。你有听到什么声音？这个人。到底我们去哪里？怎么这里是森林啊？喂！啊！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！是猴子吗？你看，醒醒！怎么了？你做噩梦了？刚刚不是我，Good morning， 怎么了？刚刚没到吗？我们刚刚不是去殡仪馆？什么殡仪馆？你开车说要去殡仪馆？你做梦吧！所以说图做了没有？说图做了没有？对，说图还没做。OK， 好。好，我们昨天呢在 IG 上面就有问大家，让大家投稿给我们一堆 random 的词或者是句子，然后等一下呢，这个词的句子呢，我们要把它融汇到我们的戏里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为大家介绍这款非常厉害的三合一的。Basic feature as detects link summary。我去换衣服去，等我一下。很感动哦，我做这行8年了，终于见到戴森了。那这一款呢，就是我们的戴森 V12S Detect Slim Submarine 干式全能洗地吸尘器，它不只可以吸尘，还可以洗地，还可以除螨。先讲我最爱的洗地滚筒吸头，它在洗地的时候呢，会把脏污刮掉，所以在一推一拉的时候呢，它就瞬间干净，超级轻，完全不会觉得累。它可以保持整个滚筒干净的秘密呢，就是在于它里面会有一个不锈钢的刮刀，这刮刀呢就会刮走滚筒上面的脏污，再释放出适量的水来洗地，所以每一秒的都是这样清水在洗地的。而且这个接口处呢是封死的，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会有脏污的水跑到你的主机上面，就也不会有发臭的问题。然后它的安装也非常简单，只要这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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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就可以安装好了。然后清洁它也非常的快速又方便，把吸孔打开，只要这样子，你看这样就完成啦。再来呢，就是这位小朋友啦，这个吸头呢叫做智慧光学侦测吸头，这道绿光呢就是可以让那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灰尘就瞬间看得见。这个灯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没有它的话呢，有时候你会发现到，哎，原来这里没有清干净，哦，原来这里还有灰尘。但是有了它之后呢，完全不用担心，一目了然，简直是大洁癖的救星。最后的朋友就是哒哒，无缠结锥形吸头，看看这个设计，就这里是宽的，然后这里是窄的，它就是可以把这个毛发呢，从最宽的地方哦，卷到这里变成一个小小坨，然后就把它吸进去，毛发就不会纠结在这个滚筒上面啦。因为你没有试过，有一些气垫机就是一直吸一吸，然后那个毛发一直在同个地方，所以它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，而且它的除螨率呢还达到99.9%哦。好了，推荐大家这台 Dyson V12S Detect Slim Submarine 干式全能洗地吸尘机。藏满的名字。那即日起到9月30号呢，有一个旧换新的活动。那只要你买一台全新的这个洗地吸尘器呢，然后再把你的旧的戴森吸尘器寄过去的话，你就可以获得3000块的补助金哦。赶快去买吧。是妈妈，你是女儿。我是妈妈。妈妈。OK。好，这是一个晚上，差不多12点，蛮晚了，你女儿应该要睡觉了。然后你坐在客厅看电视。突然，你的女儿拖着行李箱，鬼鬼祟祟的要离开。OK。妈咪，赶快去睡吧，几点了？等下我先去找一下小明。现在几点了？12点了。他很急着要东西。对，我先去了哦。不准去。为什么？打开你行李箱里面的东西。打开。怎么了？你以为妈咪没有经历过你这个年纪？什么？里面是什么？想不可以，看不可以，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东西，你不懂的啦。可是妈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你不要再管我。你有多大？你才22岁，有多大？你给我看一下，你里面一定是装了什么不可以告人的秘密。你这样12点多来，你开吗？你开吗？我开，我来开。不是榴莲而已，不是榴莲而已，什么？吃完榴莲要擦手啊？什么鬼？里面是真的是这个吗？0.01，我就说了，你22岁才乱搞，我至少有做安全措施啊！你才22岁，你怎么可以发生这种事情啊？你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0.01，不是，是一个面膜，是一个面膜，0.01。怎么这样子啊！啊，鸡蛋老了吧？啊，鸡蛋老了吧？啊！
是一个平安的地方。好了，睡吧。我杀了爸爸。什么？我杀了爸爸。你多久了？怎么了，妈妈？你刚刚讲了什么？我说冰淇淋跟大饼很好吃。我的爱人哦，是你杀的！我没想到那一天，我回来的时候突然间没了呼吸，原来是你在搞的。是我，我才五岁耶！有人打来。喂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吗 ？Hello， 阿明哥，我没有想过会弄失去你，阿明，你这个恶魔！给看。你最后就讲到了，不会想过我会这样失去。啊，演技太顺了，这一句。我觉得他只有反转回来更好笑。又反回来。你呢？你刚回房间吧。然后我想说，我要给你很反弹的 ，Hello， 你好吗？结果你接电话。不错吧？真是巧。还可以吗？这出大家，希望大家能满意。这个最真实就是他把我的脚整个敲到那个桌子上面。太好了吧！在下面帮我们打个分。对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先去看看我们好久以前那一部，看看我们没有成熟一点。我跳，我给我妈看。我们两个人到底像很久没有玩这种那么快乐的东西了。对，要看回去以前的影片，觉得哇，好有趣，怎么会以前想到这么有趣的 idea？ 那观众们，你们觉得你们还怀念这种题材吗？在下面跟我们讲，我们就可以多做。我一直都想玩演戏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演戏机会，可以来看看我们两个，我们婀娜多姿的两个人。对对对，好，美妙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喽，拜拜。